豆腐，卖豆腐，来买新鲜的豆腐啊，真的很新鲜啊，今天不错，可以来看看啊。爸爸，我要买豆腐。你要买豆腐做什么？我想吃你豆腐。那么你的豆腐怎样卖？我这里卖很便宜罢了的，一块两块。啊？一块两块？对，没有错，你没有听错，一块两块。到底是一块两块，还是一块两块？哎，一块两块了。哎，我给你问题啊。如果毒蛇用毒毒毒蛇，那么毒蛇会不会被毒蛇的毒毒死？进来。你好，陈经理。哦，你好，先来段自我介绍吧。好的，陈经理，我的名字叫伟根，今年18岁，是个年少有为的大好青年。我从事的行业有演员、教员、党员、会员、司令员、服务员、开导员、讲解员、解说员、运动员、技术员，还有搓汤员。哇，厉害！不过呢，我觉得你是人啊，要是行，干一行行一行，一行行行行行，行行行干哪行都行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，行行不行干哪行都不行，明白了吧？那么我看我还是不行的，自己干一行大事业，再见，请。那么不如我又问你一个问题啊。用粉碎机粉碎粉碎机，那么粉碎机会不会被粉碎机给粉碎？哎，别别别，来这里来这里，这里就意思意思咯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小意思小意思。你这人真有意思。哪里哪里，没别的意思。那我就不好意思咯。别这样说，是我不好意思才对。可以可以，走吧走吧走。你干了？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是单身？哎，以前只喜欢一个人，现在我只喜欢一个人。医生，我想隆胸，我想问隆胸过后有什么效果？隆胸之后一般就有4种结果，大不一样，一样不大，不大一样，不一样大。啊？你呢？为什么爱打字？以前我不懂什么叫做爱，后来我不懂什么叫做。你要买啥？我们能接。隆胸之后一般就有4种结果，大不一样，不一样大，不大一样。隆胸之后一般就有4种结果，不大一样，一样不大，不一样大。哎呦，一样不大。干一行行一行，一行行。哎，我，你这人要是行，好干哪？啊、好的，陈经理，我的名字叫伟根，今年18岁，我没有为。好的，陈经理，我的名字叫。